论，很多人有这样的心态，要把这个心态调整过来，比咱较好的人，咱 follow his step， 咱对伊个脚步行，咱共款会像伊较好。好是大家拢好才叫做好，毋是一个人好，到各教会拢歹，无迄落。要好是咱规官呾肉送官嘞，官起来大家拢好。所以咱个是重要是安内，咱个是即个肉送官内底啦。你必须要在这个名单里面。所以为什么其实那个身份证非常重要？因为那个身份证才是保证你是在我们的服务的系统里面的百姓。美国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成立台湾民政府。这几个字呢，是美国给我们的嘞。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嘞，这是美国给的嘞。这个绿色的是什么？台湾。中间这个呢，美军占领旗啦。这个就这个啦，这代表美军啦。这六个星是什么样？台湾的六州啦。这个红色的呢，代表日本。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是怎样？日属美占，安尼看出来啊。美国占领，但是台湾这块土地还有澎湖在这里，蓝屿绿岛在这里，蓝屿绿岛跟澎湖是在怎么样？大日本帝国底下的领土啊。这个是咱的 logo 的记号解说啊。你看这还要解说，你这个故事你拢讲袂出来，你就是局外人。我来问你啊，拜托，你这个讲，你不要讲，你不要讲，你不是 TCG 的人。你要讲咱 TCG 的人，你怪，你家己的 logo 你爱知影，伊意义是啥物你爱知影，这个是啥物？日本的国旗你爱知吧？对无？这个是啥物？美军占领旗啊，就这支啊，这美国的国旗啊，安尼知无？就这些，这安尼摆，这袂使摆唔对呢，爱摆安尼呢，右边。后摆恁插国旗哦，恁办公室插国旗哦，右边爱放美国旗啊，左边放日本旗啊，拢台湾民政府的代表旗伫日本的这边啊，这边是美国的啊，在美国军事占领区啊，摆就是爱摆，我凊彩放你再放唔着，袂使呢，安尼知无？你看这些，其实为什么这样摆？你有看无？为什么这样摆？美国国旗第一支，占领旗日本国旗，台湾民政府的代表旗，有看无？可以换吗？可以乱换呢，袂使黑白换呢。所以你要知影这个意思。对的，就是。无，伊这是安尼对顺过啊，但顺序是安尼，好。我刚才解释这个不可结党的人不要嫉妒。你到系统里面来，我还有三分钟，这个讲完就好。你到系统里面来说，一定你不是，你应该不会是最后一名，可是你也不会第一名。你永远都有上司，你永远都有部署，你绝对有部署，因为你有可能是政务官，政务官下骹的官几个人，我讲上无六百个，六百个，我来讲规模就是安尼。那在这当中有的是你属下的人，可是他的专才是在你之上，他的智慧在你之上，你要知人善用，而不是嫉妒他，而不是排挤他。这个是我的脚，现在这个比我较巧，你会把他篡位，你免烦恼遐。不要用过去的思维在想未来的事情，不要结党，就不要嫉妒，不要贪图虚无的荣耀，以后你会有很多的头衔，很多的称谓，你的官会很大。祖宗八代加起来，我告诉你的官都没有你未来要做的官都还大，所以你不要积极，你说我要去当高官啊什么的，不要在台湾民政府里面是不讲关系的，你自己努力，把自己做好，你把政绩做出来，你的官位就会一直飞了，并没烦恼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要心存谦卑，谦卑就是怎么样？要看别人比自己还强，你不要认为你最厉害，全世界你最重要，不是，你跟我都一样，当中的一个螺丝，但这个螺丝是很重要的螺丝，不能松掉的螺丝。所以大家都来紧绷着你的神经系统，注意国际局势变化，注意美台关系的变化。美台关系就是指美国跟台湾民政府的关系，不是指美国跟
美国跟中华民国关系叫做美华关系，哦，美中关系叫做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叫做美中关系，哦，安尼爱你爱看有，你才会看唔到哈。再来重要的是，唔通干顾家己尔。今天、明天，你们这些同学要认识一下啦。以后呢，大家要互相照顾、照顾好对了，哈、哦，唔通干顾家己的代志。你行有余力，要去照顾别人的事情，因为你好不够，他也要好，大家才会一起好，不然他会变成你的重担。你没有协助他解决问题，那就是我们整个团队的问题。安尼知无？你我去调整你的心态，这上重要啊！你有这个心态已经正确了以后的时阵，无论给你啥物任务，你拢会做得足好。你的心态若不正确，想法不正确的时阵，你做啥物拢会出问题。啊，尤其是华语，你华语都搞不清楚，对的也弄错，错的也弄错，啊，完蛋了。那个马雄没有多久就出事了。哎，今天先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